女星郭碧婷拥有精致外貌，因出演电影《小时代》而爆红。她于2019年嫁给老公向佐后，几乎淡出荧光幕前。日前，郭碧婷久违的公开露面，与老公向佐合体出席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当天，她顶着一头中分短发，脸上画了浓浓的妆容，身材略显丰腴。加上未经修图的生图照中，她的样貌明显与之前不同，让不少网友崩溃，直呼她到底经历了什么？更嘲讽她长得就像是《哈利波特》中的史内普教授。随后，向佐晒出了与郭碧婷的最新合照，似乎想替老婆澄清。颜值崩坏的舆论大赞老婆在他心中一直都是那么美。虽然照片中郭碧婷身穿草绿色上衣与粉色长裙的搭配看起来还是有点一言难尽，但至少整体造型看起来比之前好多了呢。